好，这个在便利商店下面的是什么呢？三个字，请抢答。来，魔鬼队，灯辉，简单嘛？那是三个字，是不是？对，三个英文字吧。那个提款啊，英文字，是英文。旁边的不要说太多，没有，我说英文，好不好 ？ATM 提款机 ATM 是吧？确定了吗？还好，怎么还好？你看，就是有这种人，就是找一直找，到底要录到几点？他讲了，你不要跟他互动。你的答案是。锁定 ATM， 好 ATM， 恭喜答对。耶！真的是生活小标志，不会啊，对啊，因为这个日常生活中都有这个标志。对啊，便利商店底下都有一些这些标示啊，有的是会写有厕所。那现在便利商店的 ATM 有的很方便哦，你没有提款卡也是可以提款啊，没有钱也可以，对不对？对，没有钱也能提款，不行。现在有的可以用指纹，也可以用手机。对对，我爸爸看到新闻说，哎。你主持一个新的益智节目啊？我说对对对，那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你要收敛一点啊！你不要，你要庄重一点，是益智节目。对，你大字典有多庄重？会不会整集下来只玩三集？聊天就聊半小时，好不好？益智节目，好不好？益智哦，益智哦，来，老师下一题。好，会玩的来第二题。好，我们常常在那种大楼的地板上看到，有四个字哦，请抢答。哎，不好意思，小心滑倒，不是，小心滑倒，小心地滑，对对，小心地滑，小心地滑，小心地滑，我们没有提示哦，确定了吗？对对对，我比他提示之前还更快讲，他没有提示，真的提示，小心地滑，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好，哇，两分了，送分题好不好？对啊，来再很简单，对，你们到底在干？你们没有观察，我们很简单，就是零坏而已，零坏，你来，我们也没声音，不然以我这种。亮吗？亮吗？好不好？不会，庄重一点，好不好？换凯西啊，换凯西来测试他的。哎，这怎么不解释呢？小心地滑。这还有什么好解释？上面有英文啊！你们脾气好差哦，都被你们搞的。我们益智节目好吗？第三题。好，这个很常看到，常出现在一些洗衣机上面会有的哦。请抢答。来，豪平。哎，是。节水标章？没有，我们真的没。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节水标章。节水标章。哦，是这样啊。我也只想得到这四个字。你的答案是节水标章。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抱歉，答错。答错我要答的。那就我们再给他们答一次。我是怎么给你？想给他们答。这好难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现场六位有人知道吗？是不是省水标章？有可能省水标章，是节水，我们是节水，差一个省水，省水不一样，是省水，省下来的省，哟，省水标章，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像这个标章常会出现在洗衣机上面，那如果有了这个标章呢，就代表说，哎，这个洗衣机它可以省水，而且它还可以洗得干净。那有在更进阶的，它是金色的，金级的省水标章，它省下的水比蓝色的再更减少将近一半。哦，对，金省水，金对，金省水，金省水，二比一了，加油，二比一，来，下一题，请出题。好，这个在油桶上面都会看到的红色油桶写什么呢？请抢答。哎，红哥，我有啊，是你长百年前就有，你那边红很久了，是吗？这就是安明老师的秘诀啊，这个你们会抓，不小心的啦。对啊，我以为这个节目不抓作弊的，因为太明显了，会啊。好，来，请抢答。太快了，哎，张帝大哥。我在帮我们大哥，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这生气了，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太假了。好，手抖，怕他没力了。演艺圈是有伦理的，好不好？大家首先举高，首先举高，等他们举奖的开始，来，都举高。好来哦，好来，请抢答，你们，请抢答，你们。哎，这是真的假的？好啦，合一啦，合一啦。我们过啊，你不要知道答错呢。航空邮件，然后那边四个就是限时专送嘛。限时专送，限时什么？那有 A B 限时挂号吧？限时什么？会不会是限时邮件呢？到底是什么？对称一下，限时邮件，限时邮件嘛哈。这个答案限时邮件不对，限时邮件，恭喜答对。厉害。
哇，他差点讲限时专送，对啊，限时无本意吧，快递，红色是航空跟限时，那如果是绿色就是一般跟挂号，一般跟挂号都是邮件做结尾。来第五题，请出题。好、oh, 这是什么、啊、这个很长在大楼的天花板底下哎、欸、大哥还没有、哦、如果知道的话请准备请准备陈大天哎你们不要玩我们遵守一下游戏规则好不好不要再先按了好来预备请抢答好来是啊来来魔王哇你真的好会按这个你也知道吗你会啊按铃老师反正就是一个我在什么东西啊消防通道消防啊啊消防通道对啊凯西英文很好凯西英文很好你念一下还是防火什么可是 equipment 是设备哎那就是消防设备，消防设备嘛。哎、欸，我不知道，你自己决定。他应该是消防通告或是紧急出口，但是他不是紧急出口，他就是消防通告。不好意思，欸、这个确定一个，确定。我们只要一个答案就好了。哦，这答案是消防通道。消防通道，这个答案对不对？抱歉，答错。对啊，应该是消防设备。来来，要不要打？要不要打？答错。好皮肤也不错。对啊。设备消防设备，可是跟逃生有关系。逃生出口了，逃生出口，出口不可能啊，一定有个火。确定吗，小哥？因为如果火灾了，你得逃生。逃生没有设备，逃生只有出口。好。Maybe, 对吧？但至少应该是有逃生两个字啦，因为 fire escape 啊，就是逃生方向。哎。逃生出口，可是方向不用 equipment。逃生，一个方向逃生啊，我知道，避难。哇，避难就等于逃生哦，要不要？我觉得出口啦，避难出口，逃生出口，避难出口，避难出口，这个答案对不对？抱歉，答错了。来，紧急避难。紧急避难，这个答案对不对？好，抱歉答错了。还是说我们摄影棚找一找，他可以在附近啊？哎，那个小哥要不要答？小哥怎么样？有答案吗？各位，我目前是没什么想法了。来五秒，我刚刚讲避难出口了，错了，逃生出口。逃生设备要不要避难？逃生设备。逃生设备，这个答案对不对？抱歉，答错。好，这是什么？答错，正确答案是避难器具。避难器具，器具啊！对啊，真的。来，后面器具放在天花板的。好难哦！避难器具放天花板，它是一个门上面的东西。那只有哈校远拿得到哎。没有啊，你在逃生的时候，它是上面也要有警示亮灯，但是它的避难器具是放在下面，所以它下面会有一个消防栓，是会有一根的东西。对，它下面会。那不好意思，因为程度太低。没有人答对。对，那我们还有准备一题，最后一题了，好不好？最后一题，结束了，好不好？好，老师。好，关键的这一题在牛奶上面都会有的，一个字就一个字。这个每天在喝的，怎么可能？请抢答。对，来，好品。纯，会不会是浓？还有香，香，纯香，应该是纯，哪一个？他写纯了，单纯的纯嘛，对不对？单纯的纯，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好，好品都买纯的，都买纯的啦。啊，旁边那两个纯不纯，我就不知道了。对，衣服还看不出来吗？有够黑的。那我们恭喜，在脑力对决变变变，我们魔鬼队呢赢得分数。